界人瞩目的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，为了辉煌的明天而不懈努力的城市，大邱。庆典活动异彩纷呈，文化活动丰富多彩，秀丽的自然景观、古朴风韵的街头小巷，洋溢着浪漫和热情的魅力城市。令人向往的大邱，满载难以忘怀的温馨回忆。美丽的风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，让我们暂时停下脚步，感受一下大邱近代文化的足迹吧。漫步拥有100年历史的近代胡同，沿着上千条弯弯曲曲的小巷，聆听大邱近代百年史的述说，情不自禁就会沉浸在小巷的浪漫与温馨之中。韩国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大邱近代胡同之旅，作为电视剧取景名胜，掀起了又一次韩流热潮。古老与现代共存的城市，岭南的中心城市大邱，处处保留着历史的痕迹。在这里，既能感受韩国传统之美，又能体验韩国传统文化。大邱，充满魅力的城市。青山绿水环绕着的魅力之城，漫步山间小路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，置身八公山绝景之中，在石佛像前忘却世间所有的烦恼，走进历史悠久的古刹，庄严肃穆，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，顿觉神清气爽，豁然开朗。在韩国唯一的以禅为主题的体验馆，体验坐禅修身，不仅可以净化心灵，还可以感受别样的东方文化。古朴古韵的屋檐为古宅增添了姿色，使人全身心陶醉于这古色古香之中。大邱健康快乐之旅，我将珍藏心底。开心愉快动感之城，在充满浪漫的梦幻般的主题公园，不妨忘掉心中所有的烦恼，尽情游玩。通过休闲度假给自己的生活充电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远离日常的平淡，为生活增添活力。高品位的休闲为旅行增添了欢乐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人忘掉忧愁，忘掉烦恼。快乐兴奋，休闲为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。一年365日，洋溢着热情和浪漫的繁华街，引领大邱时尚的东城路琳琅满目，无愧于时尚之都之美称。聚集着众多的精品店、珠宝店、百货商场，再加上难忘的时尚美容体验，尽情享受旅行的快乐，旅行的真谛。大邱之旅回味无穷，相约在咖啡香弥漫的咖啡胡同。
繁华的街头人头攒动，各种小吃美食肆意飘香，令人驻足。畅快淋漓的辣味美食可谓是大邱的特色风味。这有点辣，美食家萨托米感觉怎么样？ソースは辛いけど、お肉と人間がよく合ってて、すごい美味しい。新しい味だな、ブログに載せないと。大邱引以为傲的十大美食，以大邱特色大餐风味而久负盛名。流连朝鲜时期三大市场之一的西门市场，可以感受大邱人的真诚、友爱和热情。我将把充满温馨和感动的大邱市井民情珍藏心底。玩转传承400年历史的大邱要令市韩方文化节，体验各种康乐文化项目，保您整日精神焕发，轻松愉快。药草的芳香令人从内到外焕发健康气色。医疗观光之旅为您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，高品质的康乐项目为您解除身心的疲劳。既休闲又开心，温泉水上乐园为您带来闲暇和惬意，为您消除疲劳和烦恼。还有美轮美奂的灯的海洋，为您带来健康和惬意的治愈之旅。亲近大自然的生态主题公园又为您提供了新的休闲运动。幸福欣然的旅程充实了内心，丰富了自我。大邱，大型节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城市，高品位的文化艺术之城。大邱之行令我流连忘返，令我怦然心动。美丽的大邱，多彩的大邱，充满魅力的大邱。秋之旅为您带来结识好友的新机遇，带来愉悦和感动，带来温馨难忘的回忆。多彩的大邱等待着您的光临。